要睇我哋嘅关系够唔够铁，就一定要搭上呢部雅曼高铁。我手上拎住呢张车飞，系从印尼嘅首都雅加达开往印尼第三大城市曼隆嘅车票。佢虽然好薄，但系里边蕴含住嘅，佢系巨大嘅含义。喺呢一部时速最高可以去到350公里每小时嘅列车上，我依然可以感受到非常嘅稳阵。里面包含嘅亦都系我哋中国同印尼共建嘅稳固嘅情谊。望住窗外飞驰而过嘅风景，送上一首《朋友》。繁星流动，和你同路，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，默默以真挚待人。人生如梦，朋友如雾，难得知心几经风暴，为着我不退半步，正是你。遥遥晚空，点点星光息息相关，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，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，是谁明白我？情同两手，一起开心，一起悲伤，彼此分担，总不分我或你。绝望里紧握你手，是朋友。 Whoos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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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